大家好，我哋开始玩一个返校 demo， 系一只恐怖 game。 我发觉我未开麦喎，喂。我應該聽到啦，我哋開始玩啦。我好熱啊，好啦，開冷氣先。又凍又黑先至係玩恐怖 game 嘅，又凍又黑先至係玩恐怖 game 嘅氣氛。咁好啦，我哋開始玩呢一個返校嘅 demo 啦嚇。我唔知道呢只 game 有幾恐怖，我只知係恐怖 game 嚟啫。本遊戲涉及嘅人名、地名同埋內容，好啊，睇唔切。警告：有暴力血腥，可能造成不安的内容。游戏过程中，身心稳，好啦，佢太读得太慢。佢啲游戏字会唔会都系弹咁快噶？啊！等阵。喂。哇！我調校一下先，睇唔到喎。我想睇下個音量嗰邊有冇問題。我想知道音量嗰度會唔會？哇！咩事啊？發生咩事啊？啊！死啦！殺死寶寶啦！哎！未開始已經發癲啦！我想睇下嗰個遊戲音量同埋我把聲嘅比例啊。遊戲聲會太大喎，遊戲聲太大，咁我唯有校細啲啦。咁樣 O 唔 OK？ 咁樣升線。如果 OK 嘅話，你哋就同我講啦。唔 OK 嘅話都同我講啦。好啦，正式開始啦。佢啲嘢好真咯，做得搞到我都好緊張。開始啦，專登刪真噶。捞唔到嘅咩？啊，佢唔捞紧啊？要捞咁耐嘅咩？喂，佢没有回应，我点睇啊？点算啊？我咪 hand 机啊？没有回应喎，点算啊？我试下重开只 game 下。咁白痴噶！哎呀，白痴噶！点解会没有回应嘅无啦啦？太奇怪啦成件事。重开 game 先。你睇过水月玩，你再睇一次，咪唔会吓到死下咯？專登校低咗畫質，冇咁恐怖啊！咦，喺度嚇我咯！啲留言好過分啊！眼鏡反光冇問題啦，少少啫嘛。你又唔係睇我對眼嘅，你睇我反應嘅啫嘛。
冇啦，一間冇反光咁勁啦，個 mon 黑啊嘛，一間。我啱想講咩咧？哇！呢個頭，唔好意思，搞個頭先。這 game 唔知道會唔會恐怖噃？我不知道耶。喂，唔好再輕啦，唔該。我啱輕咗次機啊。堅恐怖！你好煩啊，呢個人，呢個直播，唔准再嚇我啊！打你劈劈啊！有冇有回應？想點啊？係咪我部機唔得啦？誒，又得咯喎，又冇回應嘞噃。哦 ，OK。當時在大陸國會有實力的人物，講緊書啦，即係點解佢啲字可以飛得咁快嘅？我係咪呢個男人啊？中間嗰、那個瞓著咗，其他人都黑面噶，我頂好恐怖啊！嗱，我嚇到講粗口嘅話，你哋唔准怪我噶。老師可唔可以用你啲時間啊？唔可以喎，同學先自習。殷老師，你睇過呢張書單嗎？我係唔會咁文雅講英文粗口噶。喂！按一按個視窗，佢又沒有回應一下。好啦，瞓覺瞓到啲人走 Q 曬，點解啲人唔叫醒佢嘅？我瞓著咗，咦？奇怪啦，人呢？喂，原來呢班友仔嚇人哋玩恐怖 game 嘅時候喺留言室嗰度嚇人嘅，我唔睇留言啦。台灣唔係颱風？呢個季節邊度嚟嘅颱風啊？見鬼啊！撞鬼啊！见鬼啊！点样行噶？哦，咁样揿啊！睇嚟真系有台风啊！我仲记得今朝上课嘅时候，天气都几好噶。而家居然会有台风？黑板上面放住个破旧嘅学生证，系边个噶？边张相都会俾你睇到噶，都会俾你睇到噶。死啦！唔知边张打边张添，都夹夹先，都睇下我边度有相可以用先。10317788。兩個都係嘅，啊呢個啦，哈哈，係咪恐怖呢？寫好啦，今次係恐怖，唔係微恐怖。我冇家姐，我有阿哥。哇，頂！你哋呢班人好 high high 咯，你哋真係，哇，戰爭到咧，講埋啲咁嘅嘢，嚇到死咗。好煩啊！你哋，咦？講到起曬雞皮啊！我都唔想睇你啲留言啊，勁衰喎！你哋真係，我個 cam 較細啲啊，我費事阻到你哋嘅視線。你哋想我大啲先同我講啦。
破舊嘅學生證，好似冇見過呢位同學喎，唔知道係邊班嘅呢？校歌，山峰蛋糕，唔知乜嘢氣象，唔知乜嘢學子齊一樣。青天白日，我齋講白目添，光芒萬丈，作用英才成棟梁。翠華唔校，翠華唔家，點解翠華？得志體群莫蟹惰，係咪啊？妥啊，妥啊，怠慢怠蟹怠，好啦，好難聽。安國定邦，得啦得啦得啦得，唉，唔使理啊，唔做咩要讀啊？學校的校歌其實都不難聽，只不過是從小學開始，他們的校歌的內容就不外乎愛學校、愛國家，最後就打敗共軍、復興民族，想起上來都有一種奇妙的感覺。我特登整到個效果呢，搞到我的樣子都很鬼，即是搞到我塊面很白，周圍都很暗。好煩啊！你哋真係，快啲翻屋企啦！已經咁夜噶啦，誒？開始咋？二年人班，一個是我的課室。哇，佢啲魚好正啊，好真啊！班上面的課表，我由下晝第一節歷史訓到而家。哇，好恐怖啊！咁黑嘅喂，教室入面好安静，我可唔可以唔入去噶？我唔系要入去噶，大家都要翻屋，啊，大家都已经翻屋企啦。你哋真系好烦啊！你哋，哇，咁多地方行嘅，门上咗锁，唉，好彩上咗锁啫，我唔想入去。是啊，這個是體驗版 demo 來的，校門口不是在這裡。 OK， 即是我們要走啦，即是要下去啦，不開燈啊，跑到勁 K。 人家都不是跑，人家走而已。不過是啊，他的手恐怖，他的手做什麼？要咪住咪住，沒什麼想去廁所的感覺。好煩啊！你哋啲留言喺度嚇人，我唔睇你啲留言啊！新增筆記，檢舉匪諜，人人有責。學生遇到可疑人士物，請蒐證上報教官室，協助檢舉可獲重賞。計功賞咪獎狀獎座合學金。學校嘅校官室發出嘅舉報檢舉公佈，因為我國同埋鄰國存在敵對關係，教官總係為小心敵方喺國內嘅滲透。政府提供各種獎勵鼓勵學生檢舉匪諜，唔得。在這個 moment， 我覺得我要吃東西。我不是買到眼鏡，我弄了一副舊眼鏡。學生入學之後，最先被要求的就是將個校訓背咗起身，其實都唔使刻意，罰寫幾次就
忘不掉了。簡單來說，即是誠實、節儉、勇敢、勤勞。另一個重點就是認識校長。OK。不是走這邊喎。吃東西是減低這個恐怖啊，讓你們都可以 relax 一點。聽說老高會有時住在一邊，誰是老高啊？鎖了，沒人在這裡。小白好型，多謝。我不是不看留言，我是不想看你的留言。好煩啊，你們的留言不斷嚇我。喂，在哪裡拔的？彎曲手柄，因為怕不會死啊。嗬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，點解個工具間牆上面黐呢啲咁嘅嘢？完全睇唔明。一台煤油火爐，去年寒流的時候搬出來用過，所有人都一團咁樣，啊，都挺好玩的。呢件雨衣都太污糟了啩，一靠近就聞到濃厚的煤味。我應該咧要化成個鬼樣咁樣咧。再跟你們玩，等你們不得閒嚇我，只望我的樣子都嚇死。哼，嚇我了，屍忽鬼來的，你真的，唉，好過分。嗯？啊，鐵卷門已經放了下來了，我敲門只是可以走這邊，要想辦法打開才行。記得這個是控制鐵管門、鐵卷門的裝置，要打開它嘛？當然要啦，你都傻的，要是一個機器攪盤，蓋上面用油漆寫著的操作方法，看來需要一個手搖柄。嗷嗷嗷！系啦 ，LH 813 sharing 讲嘅嘢真系人话嚟啊！唔好再吓我，依家我真系唔睇留言噶，同你讲。